那个都是五年级最后半有违规哈，我们只能够在跑道内，跑道内你跑超过外道没关系，但是你跑进水沟盖，你得利了，你得利是违规哈，这个我必须要注意哈，这里必须注意。6-3班第二道，第三道6-1班，6-1班，第四道6-2班。听好，一棒跑完出去之后，请你记住至这个线上，请你会在老师的这个不可以超过接力线，不可以跑，可以待会退到我这边，有没有？没有啊 ？OK， 好。准备住跑，快快，助跑，走走，红色走走，蓝色进去。